欢迎来到这个星期。那这个星期呢，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有关于我们的主题哦，就是我们的能量，我们的 energy， 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产品是噔噔 energy enhancer， 我们的能量贴，它是我们的第一代产品哦。那这个产品和我上一次介绍的那个 ice wave 呢，也是有两张的。那第一个呢是黄色的贴片，第二呢就是一个白色的贴片，它好像我们的一个附加或者是一个加，一个 positive 跟一个 negative 这样子的，所以它只要你贴了，那它就会帮助你的血液循环的。所以呢，今天如何能够提升你的 energy 呢？只要四天，短短教你四天的一个 protocol， 很简单的，每一天不一样的部位你粘这个的话呢，那你就可以感觉到你的爆发力非常好的， OK。 所以呢，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了，赶快去到第一天吧。好了，来到我们的第一天。那第一天呢，我们来贴我们的 protocol 呢，在我们的太溪穴。太溪穴在我们的脚的部位哦。要如何找到这个 K3 的这个部位呢？就在你的骨这一边，这个中间这个凹下去的，把黄色的贴片贴在这边，把白色的贴片贴在左右边，所以这个呢就是你的 K3 的。那有一些人这里会比较小，你可以往下一点点贴都不要紧了，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 K3 了。来到第二天了，第二天呢，我们同样的拿的新的一片呢，一 set energy enhancer 呢，我们要往哪里贴呢？就是往我们的 P6 内关穴了。那内关穴呢，同样的白色的贴片粘在右手边，黄色的贴片呢粘在我们的左手边，所以呢就是这样子， OK。 三根手指，如果你的手是比较小的，你可以四根手指粘在这里，这里就是你的内关穴。第二天了，学会了吗？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三天。第三天呢，同样的拿出一片一 set 新的 energy 能量贴，把黄色的贴片呢贴在我们的左手边，白色的贴片贴在我们的右手边。那我们要找到的这个部位呢，是我们的足三里。足三里要怎么找呢？就是我们把四根手指放在你的膝盖下面，然后你的骨头在这里，你的脚的骨头在这边的一根手指在外面哦。那这一个呢，就是你的足三里了 ，SD36， 把它贴在这一边。那把白色的呢，贴在你的右手边，同样的四根手指在这里，然后一根手指跑出骨外 ，OK。那这个位置呢，也是你的右手边的足三里，所以呢，这样子就是你的 ST36 Stomach 36的第三天的 protocol， 哒哒。欢迎来到第四天哦。第四天同样的拿到新的一 set 的我们的 energy enhancer 呢，你把黄色的贴在左手边，白色的贴在右手边。那贴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的云门穴位了。云门穴位就是在于我们的这里，我们也称它为 David Beckham 的穴位，因为曾经呢 David Beckham 很喜欢贴在这儿哦。那只要把你的这个贴片贴在这个 lung one 云门穴，要如何找到呢？你可以在你的这个collarbone 跑到最后的下面按下来的两根手指，那这里呢就是你的云门穴 lung one， 你可以贴在里面 ，OK。那这里呢也是一样，同样找你的 collarbone， 然后下来两根手指的 lung one 这边就是你的 lung one 的云门穴了。你只要把它贴在这个部位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部位的，因为我一贴了这个真的精神非常好，精力充沛，能够给我自己跑来跑去，我都没会不会觉得的感觉疲累的。所以这四天的 protocol 学会了吗？好了，下个星期再见，拜拜。